对啊，繁星可能刚刚就也加先进来断了。了。你只有我一个人，啊？再要一次吧，我再要一次要。吧，他只是连线问，先一起进到这里里面再我再开好了。嗯，我现在先来看一下，有要了吗？要繁星了吗？我要。末日比较好赚啊，就没玩过末日哈。玩末日的话，我们要玩到几点啊？末日要玩很久啊，等之后我们8点开的时候再来玩末。对啊。嗯。要买什么地堡之类的？没有。我有。我那时候玩那时候还是很疯的时候，还没有地堡。我有地堡，我也有基地。那叫基地吗？应该是吧。有要我吗？我要了。看到吗？好了。暴君 MK2 是。批发价，拥有一辆金泰会员，以老大或 CEO 的身份完成5个差事。啊，不可能！设施啊，是设施，不是基地。设施，嗯，设施我有，地堡我也有。哎，还有像新的东西，有夜总会。哎呦，夜总会干嘛？撒钱。哪一个夜总会比较好啊？养妹哦。10万。玩家也不在战局加入个新的 GTA。哎，嗯，我现在可以买，我现在存款那么多，我现在才160几万，那车要400多万。这个夜总会现在超，除非是常常玩的，不然那个车。有一个夜总会还蛮近的哎，160万就可以买了。完了，这一定卡很久，每次卡那边卡超久。存款。去。加灯具哦。很快。多少钱？确定？哦，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我喜欢。204万呢？啊。储存。夜总会前期不好赚哦，真假的？是。没关系，我们的营业不怕，因为钱多。我现在剩100多万而已，我没有很多。干冰哦，整套弄下来要260万。260万，我只有200万。暴君的买下来很贵，而且暴君要批发价的话，还要先集完末日。啊，可是暴君二可以一直飞吗？还是跟暴君一一样？看起来是可以一直飞，它下面是喷射引擎，它没有轮子。嗯，安安安，刚来的安安哦。100万，我现在130万，可怜。嗯，它是全部都升满要300多万啊，470哦，这么贵啊！说实在，我还没有飞机耶，我没买过飞机。看你，我名字底下好像还没有飞机。我是有直升机啦。我2台直升，好了，再咬我一次。我现在这边好危险哦，虽然我等级比较高。社交游戏邀请，待处理游戏邀请零。还没要，还没有人要吗？我要，要，要，繁星。邀请，暴君是在哪一个啊？啊，在哪一个？就是暴君旅游交通那边吗？他是在哪一个？军事那个，可以一直飞，你都开来接商业大战，哇塞！哦，我要锁起来。暴君二啊。哇，原来依依你这么玩 GTA 的哦！哇，感谢礼花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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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！给你台火箭，叫你买暴君二，我们想。哇，正义使者，有点帅。南京有看到邀请吗？我进来了吧？看一下，有阿基离开了啊！被阿基踢开了，为什么离开了？我看到三个人离开了，我被你踢出来房间了，因为你不离开要战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嗯，我再要一次，
还有什么事啊？再三不是。现在战局只能三个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哈记得车哎、欸，你念上不去啊？不能上，可是可以打爆、啊。哪里？可是你赔钱啊？赔钱吗、啊？不同的战局应该是不影响。感谢你，感谢拉炮。你有改过喇叭？有。啊！我要去改一下我的车啊！我的车没有那大改，没钱改车了，一百多万。又说夜总会很赚，抢商业大楼在货的话，至少五十万以上。哇、哦，夜总会吗？说抢商业大楼的货可以囤在夜总会，一次卖出至少五十万以上。嗯、哦，囤货，囤的夜总会。有进来了。啊，进房间啦！好，好。之后我再来看看夜总会东西好。幺，进，中奖就送礼物，感谢。夜总会要买仓库才可以抢啊！之后再看看夜总会是什么。嗯，这个跑角色跑步很娘，都不知道什么，走路会左右屁股摇。你角色到底怎么了？不值得。好了 ，Go。今天玩到深夜台吗？没意外是会。嗯。所谓的深夜台是晚上的台，还是我们会开车的台？这个不好说。一群男生还要开车？哎，我好丑，好。男生开车不好啊，女生开车才可。你们开始了。没有啊，准备就绪啊！你在准备这边衣服，这边旅行者，这是装备头头。导航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就来那个队伍会有那个。你刚那一套好像男生。哪一套？这个。就是那个，对。睡觉了，晚安，睡觉晚安哦。路人甲。哇，这根本就是我平常的衣服啊！真的，开车台是一般台，当然是一般台啦。哎呦呦，今天终于，我们耶、yeah, 有了！哎呦，情侣装，哎呦，情侣耶！撞衫。哎，所以我是什么？我是导航员，是不是？厢型车，我开车，我是开车员。欢迎一位导航小组队友去厢型车。那我跟那个，我是跟雨月吧。没有，隐约他们你们两个车手，你们两个同职。车手开一个导航，车手配一个导航。前面就一个了，不要阻止我。好，我来找你，我找你。我的导航员跑了。没有，你去玩你的。这个用讲的真的很难过，我自己来。正前方往前走。在哪里？我去帮你阻挡他。等一下撞到他说失败惊动到，哎呦，在哪里啊？杰瑞可能爆飘一下。你们是不是跟我找同一台啊？那我找另外一台好了。我的导航员要换车了。左转。我的导航员。等一下，刚是你吗？云月。我在你后面啦。哦，原来是你哦，来。我的导航员。来。为什么现在显示说换一位导航小组的队友？啊，白痴实录哎。嗯，这边是哪里？右边。等一下啦，这里很臭。好，我下车，我喊。因为之前我都是导航员制。哎、欸，右前方，出去右转。好，我看到他了。应该这边绕。我用拍照，对不对？对。
白痴哦、喔。嗯，拍不到啦。下车吧。帮我标另外一台车子大概的位置。对对，停停停，哪边？对，这台这台右前方这台。这个。标不到啊！你要讲。往前，往前，左转。往前，左转。嗯。可以。右转，前面右转。前面右转，这里。还没。是。哦，大马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右转。啊，右边，右边。我们这比较远一点，他在左左边左边左边，是不是左边左边左转左转左边？好，这边左边这边左转，这边直走，右转右转，你去远一点那一台，就他好像是他好像那一台，这台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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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是左边可能要在另外一个高交流道，哎，好像是这一台，他来了，不要吓到他。等一下，前面右转，哇！等一下，等红绿灯，我可以挡他前面吗？我可以拍到他，你为什么要开骷髅马？就右，站完了、欸，撞到了，他撞我、欸，哇！好，跟你讲，不要开这种会挡视线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我刚才会骑白鸟自己跑来拍啊。那我就等下路边抢一台车好了。我你骑我的白鸟啊？哦，可是我带白哦哦可以啊，这边就只是拍照而已哦。对啊，抓跑个猫。其实有时候就是两个车手也不用开导，对啊，我们就导航自己去玩就好了。那我没事做啊。对啊，这边就真的不什么要车手跟导，就让其他人有事做嘛。走啊，这个敞篷车不错。三宝哦，走。知道。那台车。蓝车。啊，这边。制造！制造！啊？哎、欸！听到警听，离开！有人离开队伍。谁？不是我吧？谁？车手离开了队伍。是我吗？繁星离开了。是我，可是我导航哎、欸。灰色了。啊？嗯、欸？嗯？怪哦，已经怪怪的。对，也是我哎、欸。你先不稳，退出是。哦，先休息了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太妙。嗯。可是你都已经花钱开了。嗯。打半颗，没关系，给我台币10万的就可以。啊！你醒醒吧你，给你10块。我 GTA 已经无聊到在单人开启。给你十块，要不要随便你。好，我要。接回去定，再要一下繁星。好。抽烟啊，抽烟早死哎。有了，要清了。哎，怕别丢。哎呦呦呦，哇，进双雕。嘿嘿，嗨，用脾气讲话。哎，杰瑞也不在政局里面嘞。哎，对，因为回到自由模式会变成不是，不会啊。我跟雨月在这边啊。对啊，邀请战局应该会在一起才对啊。嗯，所以是我们的网络跟你们冲的、啊。等一下。耶耶。哎、欸，我来了。装改车在哪里？改车王在这里。
Yeah! 有一个。哇，这么快就直升机了。就这里。让我回家，让我回家。啊，不能回家啊！奇怪的歌，给你药啊，给你药啊。哎呦，没有。被开直升机是不是？不是，他被直升机追。我关喇叭。哎，人站在这边躲在这边，你这样过来，这不太好。感谢礼物。你死了没啊？你死了。哎。你差点黏到我，你这个，哦，我好准哦。这个。这个好准哦！哦，我知道了。摩托车啊，叫你骑摩托车啊，骑摩托车啊，在车子里面不戴安全帽啊？车子里面戴安全帽？哦呦，你那怎么三个人？哦，车子都没什么改啊，改一下，改一下，改一下。保险杆啊，保险杆不用了，保险杆会影响车子吗？不会。炸药，3月16前有个半价特别活动， GTA 吗？这款游戏吗？希望麦块有半价。你们还没有半麦块吗？真假的？现在这边有多少人没麦块？哈基会送哦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哦，哈基会认真哦。不要激他哦，他激不得哦。你中国有没有心枪？哈基最心软的，你们是他心中最软的那一块。嘿。没有哇，这假人都没有，所以你都是看看实况组玩麦块觉得很好玩，但是自己没玩过。我也是啊，我还没玩过，我都看你们玩。好。假的。假的？什么假的？什么？是真的假的？哦。有点惊讶，我以为这边看台的至少几乎每个人都会有。这样，毕竟我们是这一圈的。原子保守枪啥小？强化轮胎。要喽。哦，好，等一下。所以你现在是没有摩托车，直接买一台新的摩托车哦？啊，没有，我在改我的车。哦。我在改我的骷髅马。哦，好丑哦，这个是唯一好丑哦。算了，大家再去换。麦块看久会晕哦。GTA 也会啊。嗯，我觉得应该是人在累的时候玩什么都玩这种3D 类型的都会啦。如果说你在累的时候都玩什么都会晕。对。希望网路给力，加油，网路撑住。看书也会晕，那你给我钱啊。GTA 可以入手啊，导航员变导航员了。
哎呦，我变车手了，加油，导航员们！好，我当游客了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帮你叫白鸟。嗯，我叫白鸟。哦，白鸟。哎呦，衣服变了哦。你不要再撞山了。好，你知道我叫到脚踏车了。这我叫到脚踏车了。你用脚踏车哦？车手还是要上车才那个？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啊，让我滑手机啊。叫到脚踏车了。叫脚踏车，叫脚踏车。逼我，逼！我有新的。这么近，到底在哪里？这好怂哦，这车。假摔。他还在假摔，第二次你知道吗？啊，真摔，拍谁？搞到了，搞到了。等一下，刚，哎、欸，哪台嘞？他是不怕脚踏车。这边吗？后面。等一下，一二，这点，那、啊、这点怎么好？等一下，我专心追一个点好了。追一个点好了。叫狗链。这台是不是翘不起来啊？按扛错啊！哎，这台是不是这台？哎，他今晚好像撞到了，是这台。好、啊。你们找到一台啊？对啊、欸，好像有一台，对耶，这我们造有用啊，我们好像不能造啊。可是我不是不应该不应该消他，不应该消他。我们跟踪他就好了。我拍了，可是也没有显示说有啊。我们车手不行哎，我们车手不能拍啊。哎，我是直接用一般相机拍就好了吧？对。哇，今天找到了、欸，遇到了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尾随他，他是总统有没有？完成，看，我想是我按喇叭，噔！来来来，有没有吓到啊？有没有人要来我们这边？我跟哈基这里。你们那边好像，里面那边好像比较近。你们在哪里？你们是？我们在追一台。无意间遇到的，你可以挡在他前面，可是不能让他撞到。他撞到你的话就失败了。我们在下面，整个马路都是我的停车场。哦，我找到另外一台了吗？是这台吗？不是，这台怎么这么旧？你们现在是上斜坡了吗？微微的斜坡，好，你这是身怪压制哦，就这样卡在这边。我不是在你们这边吗？你是不是跟错人了？我是前面有一个人啊，那是杰瑞啊，才是这台，其实那是我，还是这台根本没有。哦，应该是你们看到那个最远距离那边，哎呦，有两个，那他们被撞了。我在开地图的时候被撞了，我去找另外两台。转弯了，没事。好，我去比较远的那两台好了。哇，你翘得起来、欸，翘可怜啊，扛错，我都翘不起来、欸。后方的雷达不准，好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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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